好，我们现在来复习我们今天学的第一式，是白鹤展翅。首先，摇屁股。好，摇屁股之后，再过来，收起来，一、二，呼吸，可以慢一点，记得不要出力哦。好，再过来第二式，我们的白鹤起舞，虚实步。好，想起来那个名字，把欧巴，什么？面包树的名字，把欧巴。把欧巴。对。面包树是叫把欧巴。对，把欧巴。我觉得看那种看原著还是比较好。台湾的翻译还是比较差，而且你那个有功夫给我给你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换脚。我不跟你讲，我买小力点，买了一本那个中文、英文还有法文的小房子。你都有看吗？你都有看吗？我那个中文我有看，而且中文我你是谁？我有看那个杜马书局的，反正就是。那个中英对照，我就这边看完，然后这边上面看一下，甚至太多。没关系，你就慢慢看。没有，那边反正给学校了。哦，我们自己买一本。好，再过来第三式，就是你所说的，来，要这样子。我就先把它随便取个名字吧，就是按你自己。换脚。第二式的脚要怎么用？第二式跟第三式的脚是一样的，虚实步。好，还没哦。接下来是我们的 freestyle 时间。这段时间它就完全不受所有的东西限制，只要你自己的手顺，你不算了。好，顺你自己的手，音乐会像海浪一样，你要让你的手，每个人不一样。你不用动作一样，就我的海浪跟你海浪不一样。海浪慢慢退掉喽，会变成没有那么激情了，就平平淡淡的海。
现在第一次哦。没有，我只有推人家撞墙过而已。那你的音乐。